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无数次的痛苦挣扎，无数次的跌倒伤疤，是认命还是选择面对人海中早已傻，眼泪也曾划过脸颊，哽咽的声音变得沙哑，也要挣脱命运的枷锁，在坎坷我也不怕。终于告诉我这样做是不对吗？卑微的活着，你们是否觉得很可笑吗？纵身一跃，哪怕前方是万丈悬崖，粉身碎骨会开出希望的花。生命啊，彩虹般绚烂在一刹那，我要变成璀璨的星河，永不落下。没什么会让我感到恐惧害怕，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哦，醒了！好疼好疼！哎呀，这楚小狗不能悠着点啊！我这是怎么？我的衣服呢？哼，装糊涂是吧？你小子，没想到你是这种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色胆包天的家伙！楚凌霄，你竟敢调戏我师妹！什么？你给我起来！大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怎么可能？误会？你瞧瞧你这副德行！我们发现你的时候，你光着身子趴在我师妹的身上，还想抵赖？我砍死你！且慢，大师兄，也许真的是误会。桥上的事我也记不清了，所以师妹，你怎么还在替他说话？你放开！住手！你们几个看来伤的还是不够重啊！所有人立刻到前面大树下集合。好了，师兄，别再生事了。哼，这笔账先给他记上。将伤员抬往医馆，快点，所有人过来集合。好了，各位考生，本场考试出现的万处虫王，并非考核内容，属突发事件。天武学院会派人彻查此事。学院决定，本次考试的幸存者，无论是否到达终点，都视为通过。哇，太不容易了！啊，太好了。楚凌霄，哎，到。你确定你脑袋上这个是魂壶？是的，是魂壶。哼，很好，情况属实，你可以参加第三场考试。真的？谢谢老师，万岁！终于通过了，哟吼！这家伙，沙漠大人，这是？怎么可能？哟吼！这小子到底什么来的？好了。这里就是天武学院的入口。哇，这是天武学院的防御结界，是可以抵御一切形式攻击和外族势力入侵的屏障，只有得到天武学院授权的人才能出入。恭喜你们，已经得到了许可，都跟我来吧。楚小狗，桥上的事儿你一点都不记得了？是啊，管他呢。这家伙别是脑震荡了吧？可恶！哇，这就是天武学院啊，好壮观啊！早闻神树大名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你们看，树上还有房子呢。哇，太棒了！我终于来到天武学院了。这不是观光，都给我严肃点。天武学院
可不只是风景壮观这么简单。18年前，以骷髅王为首的魔武殿大举入侵，爆发了幻界大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。天武殿奋勇抵抗，却仍节节败退。这时，年轻的幻魂师风天琴以一己之力击败了骷髅王，战局也随之扭转，魔武最终溃败。虽然战争胜利了，但天武殿也变成了一片废墟。是风天琴建立了天武学院，并用三界上古幻器设置了防御结界，才使得学院在安全的环境下不断为天武殿输送人才，才有了今日幻界大陆的盛世景象。行了，其他的以后再慢慢跟你们说吧。实在太感人了，看来这家伙真是脑震荡了。下面带你们去住处，你们还不是天武正式学员，不能住这里。那我们住哪儿啊？不会吧，这么破的房子，这也差太多了吧。天武待遇太差了，保龄费白交了。你们想得太美了，你们的住处在那边。是什么？我抗议，这也太疯狂了，这能住人吗？好了，别那么多废话，现在我们欢迎新导师窦音老师，鼓掌。新导师？哪有人呢？好了，你们这帮渣子。沙漠老师负责外院考试，而负责内院考试的人呢，就是我，窦音。记住我的名字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导师。我这个人呢，喜欢丑话说在前面，我有我的规矩。如果你们不按照我的规矩来的话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没问题的，给我滚到井口集合。就是红头发那个吗？没错，他就是上面说要盯住的人。哼，所以需要我出马呀。好了，你们这帮臭虫，明早8点井口集合，不许迟到。还有问题吗？老师，如果有紧急情况，我们去哪儿找你啊？在心中默念我的名字即可。我是专家级读心术幻魂力持有者。读心术？还有这种幻魂力？瞎说的吧。哎，绿头发那个，因为有狐臭，所以不敢和队友拥抱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还有你，别人一说短你就自卑是吧？娘的那个，你喜欢的那个是直男，高个的，黄色奶油味是什么鬼？还有你，不能出去，不提供早餐，媳妇要另收费。沙漠是单身，生病了自己扛着，厕所是蹲坑，用坏了当然要赔。出井口左转，没有夜生活，谁管你生理期啊？好了，你们这帮粪球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还不赶紧去找自己宿舍？是。这里真的能住人吗？地毯也太脏了。这种地方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？这地方简直酷毙了。这爬爬躺躺的小壁，这幽暗的光线，这可爱的小蘑菇我去死了我这么高贵的阔少竟然打扰了。那个，我的房门打不开，能帮我个忙吗？当然了，这位小姐乐意效劳。9号到底在哪儿呢？这地方还真大。就是这里吗？钥匙也试过了都不行，你有办法吗？当然，这时候就得靠我们男性的强壮。看，打开了，请。请个屁呀！门都没了，你让我怎么住啊？小姐别急，别急啊，这点小事儿我当然有办法了。拜托了，老师。不行，你还得赔门呢。我拿走！你要吓死我啊你！哎呀，快走啊！十万火急啊！等一下，你帮我个忙，慢点啊！九号，终于找到了。
奇怪，这东西怎么在这儿？屋子很破，不过服务还算贴心。啊！你把人家门弄坏了，谁知道那玩意儿那么不结实啊！快帮我找点木材，看看能不能把门固定住。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哎呀，又怎么了？肚子疼，要窜。啊！你脑震荡怎么还有拉稀的症状啊？你真的假的？可能是刚才的蘑菇，要不？我现在给你证明一下。别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哎呀，不行了！哎呦，我走的时候没锁门呢。哎呀，别管了。我刚才要干嘛来着？什么人？哎，姑娘，别误会啊！我等等，你是那个无忧森林里那个？别，姑娘，这是误会！这怎么会？这家伙可能会暴露我的身份，看来必须。这屋什么情况？那么吵，有点公德心行吧？不睡觉了。辛苦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安心，雪鸦大人。我们还从未失手过。哎，很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正事吧。最后一次通知，立刻到井口汇合，迟到者视为弃考。哎，快！你，我这是，我的门怎么了？头好疼啊，脑子一片浆糊，难道真的脑震荡了？最后一次通知，立刻到井口汇合，迟到者视为弃考。